谁呀？圣诞老人。大冬瓜。哦。没打扰你吧？刚才的信息就是他发的，我现在告诉你了。哦，看你这身打扮，一定是有坏女朋友。一个卢哈斯女孩。什么新词儿啊 ？Lifestyles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， 健康可持续的生活方式。不错嘛，英文没有退步啊。也可以理解成环保主义者，哼，还环保主义者，环保的胡子都不刮了。哎，你进海关的时候，人家没把你当成恐怖分子给抓了吧？恐怖分子有我这么清澈善良的眼睛吗？呸！那是什么呀？摄影器材还有圣诞礼物。这就是你说的摄影器材？不不不。那是给你们的圣诞礼物，是我女朋友前几天刚去伊利诺伊亲自挑选的，怎么样，很像你吗？谢谢啊，看来海关大人很宽容嘛。嗯，美丽的冰雕最近怎么样啊？冰雕挺好的呀，如果你今天晚上一定要躺在我的沙发上的话，那么我建议你最好换一件衣服。我上个星期刚换的，还不脏啊！哎，我告诉你们啊，经常换衣服是很不环保的，什么蓝藻啊、赤潮啊，都是洗涤剂造成的。我记得3年前你出现的时候还是个变态的洁癖呢，连布谷鸟的闹钟下面还要垫一张报纸。那个时候，我的女朋友是手术室的护士，我觉得啊，爱一个人，就应该努力去尝试他的习惯，这样。他才会更爱你。德南，你不也一样吗？睡觉也穿着西装衬衣。哎，南瓜，你现在和安茜越来越像了。看来不打招呼突然出现，也是那个女孩子的习惯啊。你不觉得很惊喜吗？圣诞节你不在美国陪你可爱的卢哈斯姑娘，突然跑到这儿来。不会就是为了给我们家德南送个大南瓜吧？也不全是。嗯，我还有点小公事，至于什么事情，等我睡醒以后再说吧。哎，臭脚！哎呀，臭味相投。哎，安茜，那我睡哪儿啊？努力去尝试他的习惯，这样他也会更爱你。其实你不用陪我的，像你这种糜烂的人做不来卢卡斯。为了让你爱上我，我必须要尝试你的生活方式。哟，我对穿莱卡内衣的人没兴趣。有病啊！你有药吗？你会治啊？哎，这个车可以到的，出门之前我已经估过了。再等下一辆，哎，下一辆说不定人少呢。都说了你做不来的嘛，一个有卢哈斯精神的人不在乎是否舒适，第一个念头只会想到碳排放。一辆，哎，你看看，这个人停车太突然了吧？停车，上车，上车，哎，停车，停车。有卡刷卡，没卡投币。卡是吧？给。哎，信用卡，国内的公交车都可以刷信用卡。哎呀，先进着呢，你就刷吧。哎，
这好像不是你的信用卡吧？哎呀，我昨天问吴庸借的，没事你就刷吧。哎，麻烦您师傅帮我们刷一下吧。不行，你这卡刷不了。这卡不行啊？怎么不行啊？不都是信用卡吗？为什么不能刷？一样刷吗？对呀、啊。麻烦你们出一下身份证。身份证？我没有身份证，我只有护照。护照也行。身份证？要身份证干嘛？你的呢？我没有带啊。坐公交车还要身份证吗？现在我们怀疑你们盗用他人信用卡。这是我朋友的，我借他的，他是合法的持卡人、没有问题的。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们跟我走一趟。师傅，停车。哎，别啊，你们这什么意思啊？麻烦你们跟我们走一趟，好吧？我借的朋友的，请跟我下。他是合法的，下车再说吧。请跟我们合作。你们这什么？别动！别动！哎，怎么这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别动！哎，你们怎么？干嘛？哎！你怎么了？先别管我。别动！别动！无敌！别动！你可真够无敌的，刚才那个车窗有多高啊？哎，南瓜，你可算赚到了。助理兼保镖啊，我喜欢你这种个性的女孩，今天多亏有你，否则真不知道要跟那两个警察费多少口舌，还不是都怪你，没事非要鬼鬼祟祟问什么卡呀卡呀的，弄得跟偷卡贼似的。你要是带着身份证的话，用这么麻烦吗？哦，你们两位为什么会心血来潮的坐公共汽车呢？我是卢哈斯啊，喜欢坐公共交通啊。至于你们费总，鬼知道为什么突然心血来潮改变习性啊。我是陪他做的，保护地球，人人有责嘛。那李总明天能一起来吗？他昨晚上睡得太晚了，今天要晚点来公司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高中时代最好的朋友杜卫东，美国著名的摄影师，神出鬼没的，今天在北极，明天就能再吃到。性格多变，谈个女朋友，就要和他那个女朋友一样，从里到外都换一遍，像那个女朋友的翻版。你怎么把我说的这么没性格啊？哎，我觉得这就是你最大的性格了。哈哈，你真可爱。等到了概念，我帮你多拍几张照片，算是见面礼了。拍照？真的不用了，我长得也不好看，拍了也是浪费焦点。谁说你长得不好看？我觉得你这种真实自然是最美的，而且啊，你是独一无二的。尤其刚才跳车窗那一刻，比杨子雄还棒。你知道吗？在摄影师眼里，个性才是最美的。哎，行了行了啊，你这不拧着坐不头晕吗？我不晕啊，我就算倒立也不晕啊。我告诉你啊，有一次我跟几个朋友去印度洋拍虎鲸啊，遇到了14米高的巨浪，别人吐的五脏都不见了，我把自己绑在桅杆上拍了无数张超棒的照片，你要不要看一看？好啊。好什么好啊，公司还一大堆事儿呢，我昨天给你布置的任务完成了吗？老板发飙了。哎呦！哎，慢点，慢点。林助理，这是董少。几年不来，概念变化挺大的嘛。那当然了，我重新装修了一遍，怎么样？不错啊，一看就是你的风格。不，你弄那么多射灯，除了浪费能源，还有什么意义吗？我已经把这些射灯全换成节能型的了。幸亏无敌的。你这么大老远巴巴的飞到中国来，就是为了检查概念的环保指标吗？也不全是啊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。哦，那个，我还是先去工作吧。还是我来扶你吧。啊，真的不用了，谢谢你啊，费总。啊，吴迪，你的脚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，刚才扭了一下。
么事儿？你快说。广告节组委会打电话来说，评委会主席刘小伟明天到访，要对概念进行全面的考察。明天？他为什么不早说呀？他的秘书说他本来不想来，后来因为苏磊的盛情邀请，他就给了苏磊一点点面子。胡迪，你赶紧联系装修。Yes, sir. 哎，是为了迎接评委吗？概念入围了最佳制作公司，你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？我一定要给刘小伟看一个小而精的广告公司。你太不了解刘小伟了，他最讨厌做作了，那种飘着油漆味傻心傻心的环境，他见了准把暴发户三个字502到你脑门上永远揭不掉。你认识他吗？他请你来的？是广告节组委会请我来的。吴迪，一会儿你要带我好好参观一下新概念。嗯 ，Yes sir。吴迪脚受伤了，我会按摩。啊，哦。我自己活动活动就可以了。你是为我们而摔，为你服务是应该的。啊！吴迪，你伤成这个样子，还让你男朋友来接你吧？啊，要不你怎么走啊？吴迪。哦。何止有男朋友啊，人家都快结婚了。啊哈哈。好点啊，这个关系到公司评奖。哎，正好我上午没事儿，我和你一起去。费总，有时间吗？像你这样的女孩怎么会到广告公司呢？别误会，我只是想说你那么天然，就像青苹果一样。而广告公司是什么呢？就是一定要把健康的青苹果打上蜡，刷上清漆，弄出那种变态的光泽。我就不喜欢拍那些东西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喜欢拍海豚。一切自然的东西我都喜欢。我经常在想，如果能回到工业革命以前多好啊，人和自然和谐相处，人也没有那么多的欲望。是啊，有时候我也经常这么想的。你这些想法都是受你女朋友影响吗？有一点吧，我有一颗种子，它帮我生根发芽，然后长成大树。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回概念呢？哎呀，朋友帮忙嘛。刘小伟和我是朋友，我和德南也是朋友。所以就应了，这个活儿幸亏是给我，如果是换成别人，八成又是奢华的那一套。刘小伟最不喜欢这个。哎，哪儿来的一只麻袋啊？哪来的一只炉子？怎么样，你昨天玩的不错吧？啊，这是给我的早餐。别臭美了你，这给我老板的，没你的份儿。喂。你为什么杀了一只乌龟啊？
龟仙，我的龟仙被冰箱给吃了。我们都是工作狂，没法照顾彼此。但是因为年轻，又处于事业的爬坡期，谁也不愿意为了彼此放弃工作。后来我被调到美国总部，他坚持要留在国内，我们就这么分开了。这些事情你应该不是第一次听吧？安茜应该有告诉你吧？当然，安茜跟我在一起的第一天就都告诉我了，我早就知道你们的关系。但我不是个小心眼的人，谁都有过去嘛。我爱的是现在的安茜，我也希望你爱安茜，我希望你能让她过得轻松快乐。但是据我所知，事实不是这样。那只是你自己的揣测吧。安茜现在很幸福，而且我们已经在筹备结婚了。那昨天安茜出事儿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出事儿？喂，安茜，在哪儿呢？费德南跟黄一鸣在谈判呢。老板，来帮我开个门。很忙，在见客人，他很重要的事情。你的锅可以放在我这里。这里面是什么呀？十全大补汤吗？哦，昨天晚上他和他的小情人……什么小情人？你到底知道什么？你觉得我应该知道什么呢？娜娜，我可警告你啊！费德南和安茜可快要结婚了，这事儿你要给搅和黄了，我保证你会被打得比玛莎莎西之以前还重。哼！哎，哼！不做亏心事，不会吓唬人。哼！安茜被一个小混混陷害，在派出所被拘留了整整三个小时，那个时候，你在哪儿？我在和同事们联欢。他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？这个问题，我觉得你还是问问你自己吧。别绕弯子了，你就直说你来找我的最终目的吧。很简单，要安茜幸福。难道真的穿帮了吗？喂，小爱，我干嘛呀？哎，这个，哎，不行，我的不行。哎，小爱，你听我说，他只有死了以后才能成仙，对不对？你看他现在多好，腾云驾雾的，享受极乐世界呢。我们不要打扰他。嘘。我也能让你腾云驾雾。啊？什么？哎！
帮我买点乌龟来。来来来来来，那就买这么大的就行。好像缺画家嘛。啊？那那你顺道帮我去买点浆去。啊，快去。只许自己在上班的时候炖汤，不许人家在上班的时候吃东西。喂，德南，那个黄一鸣走了吗？我，看来这回大事不妙了。要是后院起火，那可彻底完蛋了。哎，德南，哎，去二十个，啊，快点！喂，费总为了这次装修，真的没少花心思。你看那边，哦，对了，还有那儿，我带你看看。如果偷鸡不成蚀把米，那就得赔到姥姥家去了。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你好，您刚才强行左转，严重违反了交通法规，请出示您的证件。随便扣住。昨天晚上怎么回事？昨天晚上出那么大事，为什么找他不找我？谁才是你现在的男朋友？你究竟要嫁给谁？昨天晚上，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，我怕妨碍你。又说这样的话，又说这样的话，你根本就没给我打电话，你凭什么猜疑我呀？安倩，我要跟你好好谈谈。经理，这案到尽头了，覆水难收，你啊想快点啊。这路啊那是别人走的，分啊那可是你自个儿啊。找个宽敞的路走吧，别再往我怀里扎了。拿去吧。如果你能给安倩幸福，我什么都不管。如果我再看见安倩流泪，连人带订单我全部收走。为什么总有人跟我抢东西？公司有人惦记着，女朋友有人跟我抢，就连一个丑秘书，一堆人还围着她，觉得是个宝贝。我什么都不能丢，哪样都得花心思。到底想怎么样？干脆你把我劈成三瓣得了。当我没说，当我没说，我自己想办法解决。是怎么答应我的？你为什么要去找他？倩倩，我想给你安全感。我觉得你现在最……
先喝点咖啡。哦，对了，莎莎，啊，昨天平安夜去哪儿玩了呀？嗯，去无敌家呀，我们宠女俱乐部外带家属还有费总。费总没跟您说啊？他昨天晚上回去太晚了，没来得及告诉我。哎，你们怎么散的那么晚啊？不晚吧，我们才十点多就散了。李总，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又回到我的办公室了，哎，喂，你这么舍得呀？这款戴起很贵呢。一个是用来给你道歉的，还有一个圣诞节快乐。好了，我也要工作了，还有啊，你也赶紧工作吧。李总，费总昨天几点从你们家走的？嗯，昨天他大概2点钟左右走的，他先在我们家吃饭，然后喝多了，我爸不让他开车，所以就让他睡了一会儿。后来他又被我爸的呼噜给吵起来了，然后我们就一起去了教堂。他离开的时候，真的差不多就2点钟左右。嗯。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"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"。你就怀疑他，又非要跟他在一起，你累他也累，我看着也累。无敌，你累不累？累谁没求着你看呀？大门开着，出入自由。谁也没请你来。他是广告节的评委刘小伟找来的。刘小伟本人明天到。今天早上接到的通知，是苏雷帮咱们争取到的机会。概念第一次入围最佳制作公司。刘小伟给苏雷面子，特意请杜卫东给咱们拍宣传图片。今天一上午我在处理一些奇怪的事情，没来得及跟佳明交流，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。哎呀，文倩，我都没事了，你还板着脸啊？哎呀，好了，原谅我吧啊！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在大马路上给你难堪了，好不好？其实你也应该体谅我。那情敌都已经打上门来了，还是咱们的大客户。虽说长得没有我帅吧，但是也还行。换做了你，你不吃醋吗？这吃起醋来啊，感情一定是战胜理智的，对不对？对呀，这种事情你比我有经验啊。我们分开一段时间吧。为什么呀？我需要仔细的去考虑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在一起究竟是因为爱情、亲情、习惯，还是利益？不，我不同意，打死我也不分手。哎呀，我就要和你在一起，我要黏着你，到哪我到哪，我一定要。我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概念，而且我的心我永远在这儿。我又发誓，我对你除了爱情还是爱情。
昨天的事情确实没有铁证，派出所那边也说没有查到什么。难道真是裴娜那个糊涂家伙搞错了？可是为什么他天天带着紫薇那个女人的照片呢？那个紫薇呢？紫薇，我不认识啊。那你为什么天天把她的照片放在身上啊？这，来来来来来，哟，二位都在呢，来来尝尝我亲手做的啊，露水夫妻，呸，雨水喝些汤。哎呀，昨天你们都辛苦了啊，熬夜嘛，喝点我给你们做的汤，补补身子。来来来来来，安茜，这碗是你的，延年益寿，美容养颜。是不是？所以说呢，这正好呢，他呢又是我朋友的朋友的朋友，就是这个忙咱又不得不帮，所以说我们想出这么一个办法，就把紫薇的照片呢随身带着，遇到同行的时候帮忙推荐一下。哎，恰巧呢这个德南的朋友又多，哎，这个事情就这样。好，就是这样。你们继续喝汤吧，我去佳明那看一看，刘小伟来他那的压力可能会更大一些。安茜，工作的时间还是留给工作吧。喂，什么意思？可能也许大概暂时度过危机了吧。那那位呢？哎呀，急什么急啊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我真害怕他跟杜伟东那个怪叔叔打得火热。行行行行行，哎呀，真怕了你这口压力过了。我做事有我的想法和节奏。人家杜伟东说的对，要想让一个女孩喜欢你，你得首先走进人家女孩的生活。而且我已经开始实践了，今天上午我就是坐公交车来的。等什么等？去我家，开我的车，顺路帮我买些盆栽。杜伟东说了，刘小伟喜好自然。名演员，不要横眉立目、苦大仇深，这不是在拍80年代的武打片。你要自信，你是城市里的女飞侠，要举重若轻，谈笑间把她打得哈哈灰飞烟灭的，这才是奥康品牌的精神。我再给你示范一遍，看好了。呀，导演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我的龟仙复活了。哎呦，我要死了，我呀！陈导，陈导，你没事吧？陈导，我的腿，我的腰，我要坐轮椅了。为什么你一来我就走霉运？扫把星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你怎么还是这副德行？大冬瓜，臭小子，多少年没见了，刚从监狱里放出来吗？臭成这样。哎呀，还你这胡子，找个化妆师修理一下也不会影响你们的形象吗？
喜欢穿这种质地的衣服呢，就熨得勤一点，我都没法抱你了。就是不想让你抱我，我才变成这样的。哎呀，陈导，你要不要紧？这样吧，我陪你去医院。来来，不要不要，你别碰我。陈导，你这骨头要是万一出了事儿，那可就真来不及了。来来，我陪你去医院。你不要姐，你占我便宜了。陈导，你要是再这么不乖的话，我跟你说，你很可能坐一辈子轮椅。哎，还是我来吧。你丑成那样，还不如他。那个人是不是男人？我是精致的。哎呦，男人，你以为留一脸胡子，哎呦，就是男人吗？那叫野人。我告诉你啊，刘小伟最讨厌你所谓的精致、娇柔、造作。看在我们朋友一场的份上，我好言提醒你，他觉得现在时尚界、广告界，甚至包括我们摄影界，短辈的、中性的实在太多了。我的名字叫无敌，我相信我能创造奇迹，我知道该用什么赢得胜利，自己拼自己才对自己。要数相貌我倒数第一，可影响不了我的美丽，我善解人意，从不花言巧语，不用眼泪吸引你的注意力。我的名字叫无敌，我相信我能创造奇迹，我知道该用什么赢得胜利。
子叫无敌，我相信我能创造奇迹，我知道该用什么赢得胜利，自己拼自己才对自己。